靠背上少一只，靠背伏笔。不过没事，这边一刮就死光了。你有种把我尿死吗？来人，帮主播换裤子。靠右啊！没抢到装备 G， 哇！大海龟，好帅的地图！感谢金寿贤的五个月。李星几抽中了两抽，别问了，再问我直接死。场地是居社送的，居社看我可怜。这你妈这个影片是怎样啊？哈哈，大小。T 零道具，我这怎么凑啊？又是打连败这一局，唉，坐牢局。不太建议卖光啊，因为全都是对子，如果你卖的话很亏。可是我升上去的话连败可能会断，哎呀好尴尬，怎么办？留个猴子吧。我这波如果上两只两星就赢了。可以，这个人一胜一败，哇！还是我们把猴子也卖了，猴子卖了上这个，然后抽20块，好像比较好一点点。因为我这边上猴子有可能会赢，然后还少吃1块钱。重炮是被虐服了吗？已经是已经消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这版本好像也没有 T 零，乱讲。神农努努跟鬼一样。主播蔡雅还能玩吗？可以啊，蔡雅只是消了武功极地跟杰西龙女的0.25秒的击飞，那完全不是一个削弱，好不好？超强的，能不能别打这一家格？1/3不好吧？因为我打这一家有可能会赢哦，这一家是玩欧拉夫的，这个在摆烂。两星贾克斯，那么有实力，我这波扣10滴血吗？66滴开局。又要打连败，好难受。在一个保底抽李星的人面前讲出这种话，实在是太恶心了，严厉斥责。什么小啊？哇，能这样出牌的？真的假的？开外挂了，阿华。好有实力啊这一家，我这都打不赢他。这个幻境其实不太好玩，很拉垮这个。但是他这样吊牌，我又不得不玩。3个垃圾。
选一的人去玩糖豆人吧。不可能不上努努。七人要收牌的这一把。希望今天能看到阿华用理心踢人，那倒是没问题，别急，我打十把总有一把可以用理心来终结一波敌人。33发几率，感觉究极拉垮，哎，直接拉了，不管了。这把幻境会成百家姓奴吗？不会啊，幻境还挺强势的、啊。而且现在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带那个龙族联盟，所以变化很多元化。你现在代家可以前排搭埃达斯、搭龙女，啥都行。之前都是什么那个重骑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开高重骑，但是现在可以搭那个神龙啊。我第一排算了，第一眼质量。这个我没办法停下来了，我一定要把代价低两星。我真的停不下来了。两星欧拉夫，泰坦之舞，好有实力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两星戴甲。其实可以这样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这可能是比较好一点点的选择，我的个人理解。那这个来了就要另外算一下，我想一下，这个也很关键。这个很吸引。都不要了，可能这把就用那个吧，上八补牙灵、牙锁，六幻境、三微光、两守护，来个龙女也是可以啦。飞升、日炎、氪金的力量，我有没有机会打超过15秒啊？没什么机会。那三吧，龙族霸权就是来搞笑的，直接升这边抢节奏。那我都不用担心我的代价的续航能力了。我双吸，情况没变，我不可能拿一星，就是我不可能拿两星代价换一星亮亮龙的，这个是纯送分的行为。阿华是这种人吗？不可能，而且敖星这版本没那么厉害，就是个邪，敖星脸上都是写着个邪咖这个字。代价三星，下辈子再追吧。你们看一下阿华剩多少钱？你在那边跟我说代价三星，你们要不要脸，观众们？熊哥哥的肥脸抱枕，有印象。我双吸代价，给点尊重 ，OK？ 坏了，被晕了。热辣炮击，我擦！
哇，这个燃烧弹是真的牛皮，我跟你们说，团结力量大，顶级炮手海克斯这一家他已经吃了，恭喜，有人吃鸡，拿个铲子，等等有亚索可以直接换，戴安娜可以走，我们可以和那个守护转移，这个也滚。你们都马说阿华不记得你们，其实我就记得，你们硬要掰成我不记得你们，有什么办法？真的没办法。我说记得你们又不信，我说不记得你们又说我当你们盘子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你还要我怎样？两星凯撒能打赢我？操你妈！这么拉垮的吗？啊！是你？等一下，我合个装备。等等，守护转给亚索还是给他？给亚索吧，感觉亚索更配拿这个守护转。主播，为什么你的代价都会两星啊？你要低呀、啊！你们这些整天只会想要靠白嫖，不行啊！你们要低呀、啊！你们不低要怎么出啊？要低呀、啊！哇，这个其实很好哎、欸，你需要前排装备。不熟，这句是哪位咖、啊？别卖了。啊干！我合作装备靠背啊！哇！我要和大天使啊！丢！哎，我炸了，我心态炸了，我不想玩了，我点了，我等等投降呢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有卸除器，等等可以选秀拿装备，然后法爆给杰西，法爆杰西也是 OK 的，别急兄弟们，有没有理性斩杀画面？答应过你们，给你们看，一克。更新人一号成为了我们李星第一个被斩杀的人，我记住你的更新人一号，感谢你9527。我跟你们说，等等等等，选秀拿亚索，然后哎，他要八回合是不是？现在告白哦，以前是七回合的。我想说他等等拿亚索，然后尼可邦掉出来直接捏。主播，我觉得亚索比较帅，李星太 Q 了。哎，没办法，男人嘛，贪生忘旧。亚索都用半年了，换个李星吧。你们知道下一个会出的棋手是谁吗？我不告诉你们。靠腰，这一家好强哦！哇，三星凯撒那么有想法。吹风没人拿的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吹太屌了，碧波龙的玩具，哇！我如果是什么大天使无尽，我早就赢了，还在那边给他们耗。
你怎么在这边？靠 U 啊！不会死了吧？啊！记住这6滴，圣杯好东西。各位观众，这边掉个尼可吧，是啊。别拼了，你们这些看台的观众，有种你们卡我牌，妈的！我直接去打国服。靠北，靠北，上扫一只，靠北，伏笔，靠北，操作失误这一波，我应该卖场上那一只换一星牙灵上去的，不过没事，这边一刮就死光了，你有种把我尿死吗？来人帮主播换裤子，来人帮主播换裤子，赶紧的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不缺伤害，我只要代价逼死就行了，我直接给你，有种瞄我，屌你妈的，你就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还有谁能当我的对手？阿华狗运小子，狗运狗运，三星代价不公平，不公平，更不公平，为什么那么不公平？这个世界就是那么的不公平。完了，被他吹起来了，他应该吹我努努吧？哦，记，他记了。吹我大家更好，让大家见证一下七费卡三星的实力。大英我有鬼了，我扫。OK。哎，不公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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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华你靠晒啊，你只会靠三星运景。观众们运景，你们知道吗？三星代价，我也是第一次三星代价。纯运营没什么实力，不是不是，没什么运气，纯靠实力运营。